今天啊，带我的老父亲来尝一尝什么呢？粉面蒸饺啊，驴肉馅的，咱们必须品尝的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啊，咱们尝一尝他家的味道怎么样？走起！今天啊，带我的老父亲啊，来吃一家粉面子驴肉蒸饺。粉面子是什么呢？就是用淀粉和的面啊。这是酱驴肉饭啊。嗯，饺子好不好吃？好吃，挺好。嗯，确实挺好。确实好吃啊。哎呀，这大驴肉馅蒸饺真的，说实话啊，我没吃呢，用我们东北话说，哈喇子都出来了，看不着，控制不住了啊。嗯，朋友们，你们看没看一看啊？它这个皮儿啊，它这个饺子皮，感觉非常的透明啊，感觉非常的透明啊，非常的筋道。哎，满满的驴肉馅啊。酱驴肉啊，嗯，吃吧，挺好吃是吧？还筋道呢，筋道啊，筋道，你多吃点。嗯，可以了吧啊？可以。嗯。怎么说呢，年龄大了啊，自己舍不得花钱出来吃饭，我回到老家必须得领老人出来吃点饭啊。呵呵，领我的老父亲，看我们爷俩长得像不像。呵呵，这个饺子馅咬上一口爸啊，感觉真的满口喷香啊，这个驴肉馅啊，好吃，饺子馅还不干，这个是炒的驴板肠啊，驴板肠在东北特别出名。我问你家，吃吧。今天这几道菜点的都是我父亲喜欢吃的，他喜欢吃这个驴马板肠啦，吃驴肉啦。嗯，今天以水代酒啊，敬粉丝们，粉丝们先喝，吃着吧。嗯，好吃。这么鲜的。嗯，你吃吧。哎，我天天吃，老人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他舍不得吃，让我吃，我是天天吃。嗯，来个凉拌土豆丝，嗯，拌的可以啊，哇，太香了啊。嗯，嗯，真的非常的过瘾啊！这家粉面大蒸饺做的真的，用我们东北话真的是绝了，嘎嘎香，尤其是这个饺子皮啊，非常的 Q 弹啊 ，QQ 啊 ，QQ 弹弹。嗯，
他这个小串拌的也非常好。看那个酱驴肉啊，哎呀，我无法形容了啊，爆炒驴肠，太香了。这个驴肠也是非常的筋道，吃点驴肠，哇，造冒汗了啊！干活不冒汗，一吃饭就冒汗，自己我都服我自己，这说明下力了。说呢，好吃的东西啊，根本就停不下来呀。看那个驴肉啊，师傅的刀工也可以啊，切得非常的薄。哎呀，太香了啊！咱这蒸饺咱们继续搂起啊，咱们必须造的。哇，哎呀，酱驴肉，要你这2屉驴肉一屉牛肉，猪肉在家里就盯着吃。对，要你这2屉牛肉一屉驴肉，猪肉你盯着吃呢。对呀，那你尝尝驴肉，驴肉还行。2屉驴肉一屉。你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真好吃。年龄大了，不敢多吃。70多岁了，吃不少，越凉越筋道，越凉越那个 Q 弹呢，来上一包大蒜，把饺子的香味儿，哇！搂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！喜欢胖子阿谦的视频，给胖子阿谦点点关注啊！下次再见，敬个军礼。